这都几点了？现在都还没到，从来都不准时。压力比山还要大，出点状况吃个道，怎么还不能理解吗？越解释越说不清楚，你的道理都苍白无助，其实就是在乎不在乎，没有对错，只有角度。女孩要疯，男孩要秒懂，现在好像都在梦。我不懂，敷衍没有用，道歉要主动，裂缝就会变彩虹。有时他音调太高，有时他语气太凶，其实就像两个时空，有不同频率和震动。说很省事，女孩认为写诗更舒适，溪流和山石有浪漫有对峙，心灵神会合拍而松弛，就要这种心意相知。